那下尿过夜，盖米酒，继续烧香。 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厨房的张小厨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开胃、非常脆爽的一道本地特色菜，大家看一下，不要太流口水哟。好，下面就开始吧。这里有2斤多的牛百叶，在我们这边卖55块钱一斤啊，打算一半拿来炒，一半拿来白灼。 这两种味道都是杠杠的，唯一不足的话就是感觉有一点点老了，吃起来这两边有点费力。好了，中影我，我们关注我，下期见，拜拜。